这个包租婆呢，在我关键的时候，在内他教会了我很多西方文化的知识，这个先生在外他亦都帮我补习了很多我需要的那时候的智慧。他说你来我家呢，那时结果呢就他走来车我行了几十公里就去了他附近他的家，就在那里住了一个 weekend。 在那里呢他叫他太太和仔女帮我煮饭吃一起，然后呢他亲自夜晚带我去看个 production，一个先生和一个学生带我去看，我那时候看得一知半解，本来那个课书是读到一知半解，但是呢去到之后看回那个 show 之后呢，哇，原来当课本的内容在个舞台上变成立体的时候呢，有很多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明白了。跟着呢看完那场 show 之后，那个先生还带我去附近的一间酒吧，是吧，就呢买一杯酒给我喝。那时候我小路哥在香港觉得喝酒是不道德的，小路仔不可以吃烟不可以喝酒，但是这个呢英文的教师呢他帮我喝了一杯酒，跟着就介绍我在 pub 里面各种的酒类的知识。然后呢原来我发觉在酒吧看完那场戏之后所上的那一堂才是令我融会贯通，挞着了很多我自己以前不明白的问题，很多的词汇在那本书上看来看去查字典都不明白，但是入到戏院看完那场戏剧做完了，那个词汇当堂就明白。所以呢在那晚之中呢令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原来教育不是局限于书本和课室